¿En serio?安喜良下山为什么很喜要下山？你如果不下的时候呢？白喜会怎么下？白喜会闯，会藏。这时候黑棋呢，如果打，白棋穿，我把它切断；白棋，我把它穿断。那人家这个白棋就连接，啊，你这就像那个棒棒糖一样，连一个眼睛都没有。下三次。